了，完了！大蟑螂，我的天哪！吓死我了，干，快飞啊！救命！有人在家吗？喂，我操！等一下，先杀一下蟑螂。干你娘鸡掰！它飞过这里，等一下它在我桌上，怎么办？为什么会有蟑螂啊？干干你啊！你再飞，你试试看。啊！呜！好恐怖！干你啊！为什么家里都没人啊？妈，叫我！那是你的啊，之前死的地方啊。叫妈妈打的。啊！他们叫我自杀。我跟你讲，全世界的女人给我注意。干你啊！你们买东西在那边给我考虑很久，你妈试试看，超级掰！买个东西他妈想那么久，脑残是不是啊？想想想，想啥小？要吃就买，不吃就不买，那么一直想一直想，没人等你就好，嚣杂不？超级掰！再给我他妈站在柜台前面，轮到你的时候才在想啊！站在后面的时候不想，轮到你这边一直想，干你啊！再给我想，妈试试看，一直想。想烤肉很简单啊，假如班上的妹子在约烤肉，他们没约你，这时候 Costco 的卡，你就把它拿在手上，然后故意拿给他们看，就这样拿着，他们就会约你了。你要去烤肉吗？那你可以带我们去买肉吗？想烤肉先去办卡 ，OK？ 波导弹，哈！跟我很像，屁啦！这样就是很像，差那么多。这个伞，干，我也是啊！抓到你了，冠杰吗？可以护肛吗？可是我屁也没洗。1000，1000就可以护肛了。我愿意为了1000出卖我的屁眼。哦，你这个坏懒觉。